猫几个月可以洗澡。苏鹏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神经内科专科医生。三个多月的幼猫在身体完全健康的状态下面可以进行洗澡，一般建议是猫咪断奶之后两个月开始进行免疫接种，免疫接种前一周进行驱虫，在没有完全免疫接种完都不建议给猫咪进行洗澡，因为猫咪每次间隔接种需要间隔28天，可能整体的接种下来需要花费两个多月，所以说可能猫咪建议最好在4个多月才开始给猫咪进行洗澡，只要在猫咪身体不是特别脏的情况下，不建议给猫咪轻易的洗澡，这样可能会让猫咪产生一些应激反应，或者是在给猫咪吹毛的时候有一些吹风机的影响，这些都会导致猫咪出现比较大的应激反应，导致它们抵抗力下降，特别是在疫苗没有打完的时候激发一些潜在的病毒感染，所以说需要特别注意。